你知道现在7万块钱有多难挣吗？啊，是吧？我想回家。我们这个店厨师一个月底薪5000加提成，连服务员都有3800呢。那你们这儿还要服务员呢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？你准备好了吗？生活没有彩排，更没有人指引我们应该怎样走自己的人生路。看到那个女的吗？给我揍她！你知道吗？你这叫英雄救美。娘，你身上有没有200块钱？借我一下。姑父是和我老人就讲，你是什么样的条件，就找什么样的人，一定要门当户对，你懂不懂啊？我不回家，你养我啊！我养你啊！娘，我去上班了。回家养我吗？你养得起我吗？我是问你会不会嫁给我。我是问你养得起我吗？她是我最喜欢的女人。你养得起我吗？